啊，这是什么？欢迎来到拼果学习。啊，你好。吸乒乓球游戏规则：用一根吸管将五个乒乓球吸到另一个缸中，即可复活。鳗鱼放在另一个盆里。哎，我怎么还这触感？不，我先抓小的吧。相当的温顺。啊！哎呦！恭喜您游戏通关。胡哥哥，来，先尝一两把。自取灭亡吗？结束吧，大家也是意识来吧，来吧，已经分清楚了是吧？对，来吧。来了，结束吧，来吧。还剩下一位了。我怕生，我怕生，哎，怕生，你等会儿去，你拿远点去，等会儿，你拿我远点去。陈家岩楼。